锁住了，门打不开啊。啊！纸扎人，纸扎人！我不敢过去看。上香，吓死我了！茂密的头发似乎覆盖着什么。我不要拨开了，我不要拨开了，拜托了，我怕，我要拨开了，我要先遮住一下眼睛，遮住半个。是什么东西藏在里面？哎呀！生日蛋糕上面放着一个似乎是用来祭祀的猪头，谁要收到这种蛋糕？谁？我不要这种蛋糕，好可怕哦！谁要这种蛋糕啊？额头上的政治因为灯光照射显得异常，没有人要收这种蛋糕，一点都不浪漫，好恶心啊！太恶心了吧！